月十四日零时至二十四时，我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十六例，其中男性二十五例，女性十一例，北京户籍两例，外省户籍三十四例，丰台区二十三例，大兴区七例，海淀区两例，东城区一例，朝阳区一例，石景山区一例，房山区一例，已完成流调的三十四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，还有两例正在流调中，